整个都变亮了，对吧？金漆漆，漆面亮了，你看照都变帅了，你看哇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3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台山，你有看过一个影片吗？什么影片？之前很夯的啦，就是一台玻璃有没有这样插过去，像镀膜一样，可是那是液态的玻璃，就老车有没有那种太阳纹啊，什么夕阳不逃啊，就变得很亮这样。我没有看过，你没有看过？那天我看了，然后就觉得很神奇，终于就是网络顺便乱，哎、欸，来了，你买了，订了就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把它开箱，我打开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对啊，镀在玻璃上的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漆面的。我们还蛮需要这个，因为我们老车比较多啊。好多、哦。噔噔，漆面唤醒膏，本来最早的，哇、哦，我醒了啊，来了。哎、欸，还蛮香的，香香的，闻起来不像猪啦。很贵耶，别给它剁掉。我们在。我去拿个卫生纸。好像那个。好像。怎么怪怪的？哦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液态玻璃养护剂，上面是这样写，所以就是做完以后要保养用。对啊，其实我也是。你是不是买套吧？哎、欸，你看，还要脱脂剂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脱脂剂吗？就是把上面的残余的一些之前的蜡啊什么之类的脏东西都把它用掉，这样之后你这个在上去的时候才会附着上去，才蛮大罐的。对啊，再来就是一般我们如果在像镀膜的时候在海绵，它是要用这个布。这是厂商啊，他们试用过，用了很多种，之后后来发现这种布是最好用的。布啊，有个折法，我大概刚刚我稍微看一下，它是这样，啊，直接放在上面。好啊，假设在车拖子拖好了，这样就直接插。啊，它不能堆叠，什么叫堆叠？知道吗？就是按那轨后啊，啊换这里。就一直换同一个位置，不能磨两次过了，这样过结束啊，不然哎、欸、好像不够，再这样不行，因为液态的玻璃是一般的镀金的10倍，搞多你知道吗？你掺两盐可能会憋气，对，这厉害，对，都研究好了就对。我看影片会稍微看一下啦，还蛮恭维啦，到时准咱来去实做操作一下就知道了。我们找一台公司就是比较漆面比较不好的啊，比较建议啊，这个如果在使用啊，新车就建议不要是使用这个了，老车就是让它插下去马上就变轻这样。哎，我们到时候啊用个容器倒出来，看它硬了之后啊，到底是不是玻璃还是说金流？我在猜嘛，比如说类似像金流涂上去啊，哎，哇，变金嘛。如果它硬掉了压下去会这样像玻璃，靠靠靠靠，就叫做一台玻璃。听说是涂上去之后啊，指甲刮痕啊，小刀片刮应该是不会受损。到时候我们就把引擎盖，哎、欸、嘛，哎、欸，引擎盖贴着一半，一半我们用好之后去试，啊，这边看怎样，对吧、啊？反正又不是我的车，就是我们要实验啦，因为它本来就要烤漆的，只是说万一真的不行，到时候再烤漆而已。我们先去把车子洗干净啊，这个因为脱脂剂是很大罐啊，它这个可以分装，就是这个可以装上去就会喷上去、嗯、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一台玻璃可以倒到小瓶的，把大罐倒到这小罐的啊，这样倒出来会比较好，对，适中才不会倒太多啊。再来就是它有手套，它怕我之后我去手用到变玻璃了，一敲玻璃手就破掉了，拿着布啊，戴着手套，啊，到时候去上，记得戴口罩，不然我呼上去等下吸到玻璃怎么办？我玻璃废了、啊，不是，我就变玻璃心了，玻璃心一敲就。碎了。对不起，伤害了你。我是觉得影片看起来是很棒啦，啊，到时候我自己做起来不晓得怎样，我会蛮期待的。我们等下去弄一弄，我们就可以试坐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Go， 好了，我们找到车子了。这是我们里面要说美容师傅的车吗？怎么？原本就漆面都不太好了，好，跟美容师傅没有关系了。你看这漆面很精彩吧？明明黑色的车竟然还可以显示白色的，刚刚都洗过了，金油都不见了，这里就是反白的啊！当然是久了有太阳纹，妊娠纹都长出来。之前应该有烤过漆啊，这个已经漆油裂掉了，整个金油已经都不见了。这一面会比较斑驳一点呢、啊，这边就是只有这里而已。这里有太阳纹。对，啊，我们等一下把它贴成一半。其实黑色的车很明显，因为你不打蜡的话，漆面有受伤，它就很容易的。
那我们到时候我们就施工，我们就试这一边哈，啊两个对比，这边就不做。其实啊，漆面比较漂亮的地方，它才有太阳纹，像这个它已经没有反光了，所以没有太阳纹。我们现在比较丑的，比它漂亮，我们就算成功。啊，如果它比较漂亮，还没涂就比较漂亮了，所以我们选择是这边的。所以要先做什么？脱脂剂要先脱一下。我稍微再看一下哈，脸上有一些东西不能用到，你看这个就刚刚我讲的了，不能重复，比如说像打蜡一样啊，哇，过去或者打圈圈不行，对吧？它就这样一层就好了。啊，像这个大灯啊、玻璃啊、铝圈也不要去用到。我们今天直接用引擎盖，对，引擎盖是可以的。但是我们比较偏户外，但越室内会越好，因为怕有你知道哈，我靠灰尘什么之类的。假设好，今天不小心涂到了，可能赶快脱脂剂把它用掉，不然它会干掉，只能抛光，把它抛掉了。好，这些你看施工者要承担这个风险。你要开机了，贼急，明天欢乐了。我急哪贼都还啊，我是贼偷垃圾嘛你啊。现在是到脱脂剂，脱脂的嘛，对不对？蔡生，等一下你帮我喷一下。我们可能要用喝的吧。脱了我就我的肚子就不见了。有一次啊，我看到那个女生不是拿那个一张纸在那边压，我就问她说你这是什么？她说吸油面纸。吸油面纸真的是吸油？她说对。那给我多一点，我说你要干嘛？我全身都贴一贴，我怕油吸走啊。这一罐才240沫，臭臭，味道蛮重。应该先不用太多好了吧，因为我们才引擎盖而已。手套，我想用哪一只手好了。麒麟贝是哪一只手？先用哪一只？看哪只手比较黑就知道了。哪只手比较粗就知道。没有了，哎，我去拿个口罩好了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全部武装，手套、口罩。那我们先把它擦干净。脱脂。我再强调一下，不是说恶搞这一台，因为它是本来如果真的不行，它就要烤漆了。反正你看，都刚刚都讲到裂掉了，对吧？如果像这个生锈啊，这是没有用的。哦，那不是说生锈擦了就不见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哦，对啊。就这样，涂上去多一点好了。多一点。会太薄吗？它有一个头的，怎么办？他们是故意擦一点点好擦的地方，他没有教这个不好擦的地方怎么做。因为我刚好稍微叠加的地方啊，它会黏黏的，我的感觉了。你这边你会紧张没有弄到，哦，我这要怎么补？因为我刚刚稍微在擦，它真的会好像黏住那种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再做多一块厚一点，看会不会不一样。这一条凹纹厚多一点，会看怎样？汽车教授。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画意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这是用多一点，因为它没有看起来，他们都是感觉很厚这样。不够高吗？好像有出现彩虹了耶。还有刚来的这里，这个是擦到这个我妈擦掉，就是比较薄，它就呈现这个彩虹的这种，有没有先剥的地方？所以其实也要用力一点。欸，这个也可以啦，整只的，你按两只对比。欸，这个蛮有感的，这技术活都用几次就会了。因为可能已经盖可能没救了。这边的漆面比较漂亮，我再试一下，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问题？还是我看影片中讲的哦，弄这样啊，故意用一个啊，其他的去对比，他是直接用这样对比。哦，有有吧，有感觉，有吧，这样就亮起来了，有吧，亮很多了吧？欸，亮蛮多的了，整个都亮起来了。把它全部脱脂脱掉啊！我们再施工一次，因为刚刚好像涂了不够厚。对啊，再一次。哦，擦掉了。这边雾雾的哦。啊，对。散厚一点啊！
好诶，好。我刚是没有插这个 S 板，它因为你看我有插到这个对比，你看一下超明显的，你看这里，因为我过头了嘛，哇，这个超有对比的吧？我觉得是有效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看哦，它原本是漆面啊，这原本的啊，这一个我们都没有做啊，因为我们在涂这个有过头嘛，就是我盖过去，你看。刮痕到这里就不见，变成那条线直接切掉了。我等一下没什么容器了，我想把它倒在这一个咖啡的这边，然后把它倒一层，等它硬掉会怎样？是玻璃还是精油？来吧。好，这样一层了，这样应该就有一层了。等它干了，看看会怎样。我是觉得这个哦，你看这里，好，等一下这一个我们会做，还有这里，这个角度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太阳纹吧？哇，这里很多，很多了哈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是这一个跟这个稍微做一下看看。现在看有没有太阳纹哦？不见了耶，是不见了啦，有没有？刚这个超明显的、啊，比较深的痕迹还是有。然后看这边的刮痕会不见吗？我看还是有啦，还是有一点点的。对，但是那个是比较深的，浅的都不见了。哦，所以看起来真的会有一些变成比较亮，原本是就是比较稳，那是叫雾的对比。哦，我真的涂蛮多的。其实这个要稍微练一下，比如说你要怎么去修会的位，这个还是有一些技巧成分要有。刮它修嘛，修位啦。我刚好看一下后视镜，另外一只有没有？这只对比下来，那一只是亮的，这一只是暗淡无光，光泽就差很多了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样就有差别了吧？你看一下，这是我算使用的心得啦。一开始会怕的时候，就是这样一层。会离比较远，就中间没用到，这样第一层过去啊，第二层其实你一点点，就是再上去一点点，不要故意叠加太多，使用起来几次之后就比较顺手了啊。因为其实捏也有差，一开始我捏比较差，插下去它会滚动，变成水分不够。哦，后来我发现它捏下面一点，捏太少它会这样跑掉，湿的跑掉后面，干的又跑出来了，是不行，多用几次就会了。明天我们再试一下，因为等它干了我再知道。隔天如果有一些凸起物啊，可以抛光再抛掉就好了。还蛮亮的嘞哈，啊这边我再撕掉好了，我还蛮好奇的，它会黏黏的嘞，我不用去贴直线了，就直接贴好了，直接就有线条啊，我这样看很明显，引擎盖原来漆面真的很烂，对啊，都裂掉了，网路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哦，现在看起来是有，可是后面还不知道。啊，我刚本来想说洗一洗啊，这还可以用，我觉得后来发现这个会黏黏的。对啊，用完应该就把它丢掉了。如果你真的要剪下来用，可能要用脱脂剂下去洗。哎，我现在手摸到有点黏黏的，等它干了，我们再来试一下它的效果到底是怎样。拭目以待。24 hours later， 好，拔下来了，它会流来流去的，这样旁边这个比较厚，中间就比较薄，还真的蛮一层这样。所以这个为什么不要叠加？叠加的话就是太厚，容易滑稽。哎，没有变黄。有变黄吗、啊？你看一下吧。看不出来啊。有没有黄黄。对啊，人家看到我的指纹了，这样是。这样很有问题。啊，这边干了，好，这边没有嘛。我刚在抠啊，你看，在抠的时候，这边都会滑滑的。这指甲刚抠回来，用力抠，你看这。对啊。可是这边摸起来真的是很滑，也不会掉的。最早它涂上去，它不是说，哇，这已经很用力，听得出来吧？哇。真的有增量，因为这样比起来真的有差，是因为它的漆那边的漆面太烂了，其实这样侧面这个有涂蛮亮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有这个效果，尤其是这一支，这一支看起来都好像烤完漆那种感觉，这一条也没有涂过嘛，涂了之后就确定就没了。我在看晒了两天以后有没有太阳纹，涂了之后就会把那个细痕就直接盖掉了，所以它整台如果假设涂一涂还可以稍微骗人家一下，跟我还蛮漂亮的，这个冲应该不会冲掉吧？这是原本，你看，哇，原本就是这样，这里是没涂的，这里有涂的。它有脱水性，有脱水性的哈，你看，脱水性还不错，不错的哈，有没有？咻！哇，这就是规个水溶点掉，人遐拢无去哇，这边都没了。影片没有骗我们，最早上去是有这个效果，可是这个比较接力，就是老车或漆面比较状况不佳的状况下才用这个，因为这个在涂的方式跟烤漆嘛喷的那个完全不一样，有厚有薄，因为如果叠加一点点，就是会有一些细痕，应该还是会有。耶，哎，你看，
其实这个花两三千块啊，就是整组这样两三千块，效果有两三万块，哎，还不补是没办法。这样就可以省钱，你说都爆账，对，都爆账啊！当然是说你摸哪款，就讲你本来车是这么矮，或不这么矮了，一般还比这么矮了，比较再丑一点点的，或者胎纹很重的，你弄完之后就变亮的时候，哎，你改天摸光，我开两三万去复查，应该讲得过吧？当我这样擦的，哎，就去了，去了就不去了，你看整个都变亮了，你看，金细细，漆面亮了，你看照都变帅了，你看，哇！木村豆桃哉。其实这个我就觉得一般人也就可以用了。第一，我们先把哦，假设我们今天车都把它洗干净了之后，我们就把脱脂剂擦过了，就可以施工了。我就觉得还蛮快速的啊。如果用错了，没关系，脱脂剂赶快把它擦掉。啊，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其实后视镜我们擦了两次，这个就经验。如果你的车这里先擦，擦完再擦后视镜，因为我那一天就是这样嘛，过来就一崩掉啊，这因为它没干，我的汗可能就连上去这边一个记号了。哎，这后视镜擦真的效果不错，真的是有达到这个效果。这个是没有业配的啦，就我们买回来纯粹就在实验的而已啦。啊，影片有些看影片看起来都会很厉害，对，可是我们试起来有些部分，像我就觉得漆面啊太糟糕，它还是救不回来。比如说裂掉的、生锈的，那是没有用的。甚至说凹痕啊，凹痕那当然是补不起来，这个没有那么强大。如果你要求很完美的人啊，比如说像要喷漆那么的漂亮，或者人家抛光那么漂亮，是没办法啊。这个我们就也是用那个怎么讲，实验的精神啊，让大家知道一下，有效果漆面比较糟糕的人可以先试一下，你自己找一块先试啊。我就觉得效果是还 OK， 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耶，拜拜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来喽，我要折断喽，有听到吗？脆脆的嘞。对啊，所以它还算有哇，压下去有用唰唰。如果像金牛，金牛是有韧性的。这个是好像莫比亚功能，这算什么材质？就是脆脆的这样，所以它的液态玻璃意思就是说，在你的漆面变成一层玻璃，这样变亮嘛，应该是这样说嘛，这样应该是合理的哈。有时候是这样的，比如说后置好了，搞不好就涂过去本来很丑，它是后置在加的，没有买过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如果你的车很轻啊，我不建议用这个了，对，原本很轻就可能拉打一拉就好了，这个可能就漆面比较不。